Pilot 系列教学视频固件升级方法。升级飞行器固件可以提升 Pilot 的飞行稳定性，增添飞行乐趣。操作方法如下：将移动设备连接至可用的网络，打开最新版本的 Pilot APP。当检测到新版本固件时 ，APP 将提示您进行下载。点击开始下载最新固件。当 APP 提示固件下载成功后，连接至 Telo WiFi， 再返回 Telo APP 内点击升级。升级完成后 ，APP 将提示升级成功，飞行器将自动重启。注意，在升级前请确保 Telo 电池电量高于 50%。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飞行器或退出 APP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